质疑肯定是有的，甚至有朋友会说你是不是疯了，如果不弄这些猫狗的话，你早就住家别墅了。你为什么不出去找女朋友，天天在家倒腾这些电子产品干什么呢？你老跑医院拍这么多病猫的照片有什么用啊？这些数据就算你记录了又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要给流浪猫携带？你以为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太天真了。小文吃饭来，来，嗯，又冻冰了。你这一天得换多少次水？一天差不多要换三四次的样子。冬天那个水特别的容易冻着，不能倒太多。等一下晚上再来加一次，再给他们加点暖宝宝。太冷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冬天。住大房子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我呢，把他们当成和我一样的生命，我想让他们过得更有尊严。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。一忙的时候还真就是最方便。哎，你是怎么想起来能做这么一个猫窝的？是去年冬天了，就有一天早上我准备去上班，然后在车里刚把车子发动好，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我接电话的时候就听到啊，就外面有传来那种就很小的小猫叫的声音，就发现我那个车轮胎上大概就这么大一只猫趴在我车轮胎上。冷啊，取暖啊，冬天嘛。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猫抱起来送到医院去。你想，幸好要是我接到那个电话，你想要是我没接到那个电话怎么办？那简直就是不堪设想啊。所以对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一定要给这些流浪猫能够做点什么。最后，热爱的事情不应该只是随口说说，我爱写代码，我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铲屎官。写代码能不能改变世界我不知道，但是能用我写的代码给我身边的人和事物带来一些改变，这就足够让人兴奋了。我们的 AI 智能猫窝，灯光正常，新风也 OK。这里面有一个传感器，在这下面，这个传感器可以把它收集到的数据传到网上去，这样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了。你看，啊，这样。哎，傻姐，你再看，这里还有个摄像头呢，它是一个智能的高清摄像头，只有猫过来的时候，这里面的门才会打开的。如果其他的动物过来的话，这个门是不会开的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我用一张狗的照片，这个门就不会开吧？没有开。我再换一张猫的照片，哎，快看。哇，这么神奇，真的开了。我们现在就等猫咪来入住了。好啊。进去了，太好了。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它除了判断这个猫是不是过来了以外，还可以在300毫秒内就看到猫有没有生病，比如口炎啊、鼻支、皮肤病啊等等。通过看耳标，它还能分辨它有没有做绝育。它一旦有生病的猫或者没有绝育的猫过来的话，所有的志愿者都会手机上都会收到一条通知。太厉害了，这可，你的一个智能猫窝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是啊，你看它们在里边睡得多好。嗯。做公益一定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儿的。希望更多的人能一起来努力，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我觉得每个人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我想做的，我坚信的，就是技术可以让这个世界更温暖、更美好。